Hello，大家好，这是 Ken Miller 最新出的，就是 Easy Turning for Tiny Hands 的系列。那这四本呢是新的系列，是 Make a Noise, Jump Around, Count to Five, See a Rainbow。那这里就包括颜色、数字、声音，还有动作的一些形容。我们来看这一本，它做的是呢，为什么 Easy Flip 呢？它每页都彩色的哈，因为有时候小朋友就是你知道翻得很痛苦，大人也是啦，有时候会粘住。但是这本呢，大小适中，你看我一只手指就可以拿了哦。Wolf says dog, can you wolf too? Bus says bee, can you buzz too? 很可爱的书，那就很好翻，你就不用担心，这样你可以从下面翻，它下面就已经帮你分开好了，所以再也不会粘住了，而且它不是那么的亮，因为它是雾面的，所以就比较不会那么的粘住哈，因为雾面的比较容易粘住。另外还有 numbers，一样从下面翻。其实我在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这样可以翻吗？哦，对了，因为你如果这样翻的话，给小朋友的话呢，你就会也蛮好翻，你可以这样子翻，给小朋友看的话，倒过来也可以哦。所以很有趣的设计，这一本好多颜色哦。这里是哇哦，strawberry 当然是非常红的。Can you find the red butterfly？在哪里呢？在这里。还有 the flowers are blue，觉得好像比较 purple 哎，我可能是因为晚上的关系。Can you find a blue beetle？在哪里呢？在这里。都藏在里头。The green，哦，有蛇。The orange，Can you find orange crab？在这里。所以这一系列还有 jump around，觉得很可爱。这些书，Wiggle frog goes worm，Snap goes crocodile，Can you snap too？Hugs。Huggles everyone. Can you hug too? 呀，所以这一本是5.99块，所以买一套下来的话呢，还是也差不多20多块钱，还是非常划算的哦。而且很可爱，放起来的时候呢，不管你要这样放，或者是你要打开放都可以，放书架上也可以这样子放的。OK，这是这一系列的介绍，谢谢大家。